还有这长沙走的不错，是吧？吓一跳，就吃呗，就这。我楼下这个牛排味甭管啊，店打烊了，老板人特别好，带我去总店，专车送我过去。本来挺失落的，一看那么远，哎呀，到了，啊，坐着老板的车来的。哇，这条街感觉太好了，就是牛排味很吊。咱今儿就来这家店，反正跑的就是送我们快来老板，很年轻，这灯火辉煌的，都开到两点。这个店，这家店是他的必吃榜的店。这是这个小菜，这是他们家招牌啊，鸡丝粉。这可比昨天那个感觉爽多了。没，这吓一跳，就适合吃这个东西。它这个鸡丝略柴，突出的就是个鲜辣味儿。长沙的这种宽粉啊，是它比较有特色的。这种粉像咱的西安人的面条。它这个招牌这个味道，对得起它这个必吃榜的这个牌子，百人百味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吃的很爽，这个点多余了。跟粉比起来，那我就不用说了啊。吃粉就吃粉，别的就别吃了。我真是这种感觉。这油汪汪的，吃的特别过瘾。你说这种不健康的东西，他就吃着过瘾。看来这功课没白做。我今儿去马王堆的时候，司机就说这个店，刚好这店他的一个分店在门楼下。我们一去，人家直接打烊了。那个分店的老板，人特别好。我们还在研究怎么来这儿呢，人家直接开车把送这儿，这就叫会做生意。来试这个汤粉，汤粉，这汤粉还有更有嗦的感觉，这个有点燃了。油很重，这粉一吸，呲溜就进了喉咙了，蒜苗的味儿特别重。嗯，这俩都不能嚼，这个更爽滑，这个味儿更重，哎，美得很。这长沙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，来吃粉的啊，你看这都是男的，免费的纸巾，长沙。